反身的话 ，AXU 直接想要来开启这地牢，往前一柱，但是柱子我们没有看到一個龜，回到 Candy 这边又被勾，又被敲，然后超能解放手杀，直接被生怒霸体给吸死，转到龙就直接冲抢下来了。对 ，Candy 被逮到了一波机会了，这个柱子直接柱到之后反身推中，就基本上完全没办法动。红月带走了这颗人头，然后反身整个队伍的打风就是会愿意去打这种团战。这里茂凯 TP 要来打架 ，Candy 有一个还不错的侧切位置，往前一个绑直接绑到亚飞鱼。来看一下鬼灵波准备要进来，丢了一个月之哨兵，然后黎明自己也准备要进场。来看一下 Candy 的一个位置，这边以莎拉也被留住一个毒蛇，直接舔到下了一个加农炮弹幕，但是预示者妈妈这边也在参战，反身打了一口眼睛，然后来看一下空位这边往前的追击，但是预示者妈妈回血之后一个虚弱溃散推到雷克萨，那这一波的一个团战也是到此为止，伤害量是打不动的。那 HQ 还想继续接。这里是一个步枪搭配的是一个回力镖，来看一下一个推到 Candy 身上，但反身的话这个月之哨兵卡住整个窄口，又是1200滴，预示着妈妈不断被玩弄，往前丢了一个树精，但是 River 在绕背的位置完全被看到，最后重击应该是由 AHQ 拿下吗？哇，看起来应该是的。那这样塔龙反身想要来追击，必须要赢这波团战，绑进去往前的一个绑直接进到了对方的阵型，正中央哈拉皮这边直接带走人头，但是反身的话赤月的伤害也很高，最后素人拿下一个 double Q， 塔龙这边准备要拿下团战的胜利，这边是一个3-1的开局，又偏硬要了，因为第一点是钢补已经没大了，然后他们可能是抓住对方树人也没有大的情况下，想要再过来偷打这个预示者。虽然第一时间 Uniboy 跟空月把River 赶上岸了，但这个预示者就有点麻烦，就是 HQ 很想吃预示者，反而一直被对方的人持续做 poke。那这时候韩娜比非常聪明，知道对方的目标都是预示者的情况下，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时机点，直接侧切进去，然后尝试留人。重点是这边哇，绑进去之后直接 Q 四个人。哇，这波一个盖火锅，这一盖盖四个，然后后面的话，这茂凯拿了两颗人头，挖口这里也被 Candy 一个来无影去无踪，直接刺杀掉，差非常多。但这样会不会变成一个情况，就是现在塔龙反倒是要去找 AHQ 了，就是 AHQ 如果想换的话，他就必须要去选择一个物件，一个钩是直接钩到坦肯奇，但坦肯奇非常的坦，凯威这边弹出非常多的伤害，往前一个黎明自己再给到一个保护，但是 Uniboy 这边直接杀掉了凯威。哇，那这样凯威倒下最塔的一个人员已经，但现在拿预示者效益其实也相对不高了，自己家的中路外塔掉的情况下，你的视野也没办法布出太多，这感觉死得好简单哦。他被咬双防，在这个时间点被咬了双防之后，直接被秒杀，所以让他觉得说，自己的坦度是够。在卡位置，然后反正的话，自己这边也先把线给清掉。韩奶这边是有闪的，想要闪绑，但是这个水龙也在参战，大概4000滴左右的血量，闪线绑，然后再拍回来，拍到 Uniboy 身上 ，Uniboy 赶紧交出了闪线，但是 Candy 什么时候飞 ？Candy 飞进去了，然后挖口在后面不断在输出，挖口这边先 A 死一个韩娜比，韩娜比倒下，但是反正的话，这边 Candy 也是切掉 Uniboy 这边也是死亡之后，来看一下又是一波4-4的局。两边各倒了一位成员，看你这边一个。所以这时间点 ，HQ 是不敢往前打的。但一旦特朗德的大绝好了，终于看到茂凯，他就算坦度非常的高，被吸完双芒之后，还是得直接打。这会不会被偷啊？来看一下，往前偷到了。这个这一波，还是体现出了 HQ 的整体阵容。这里只要茂凯被吸双芒之后，再坦都还是会被对方的机会给秒杀掉了。然后亚菲利又其实没有受到太多的输出，但是 Kenny 他飞的目标是选择先飞中路。因为他一到中路啦，所以他会直接飞到了中路的面前，并没有选择打亚贝利欧，这也是前面 BB 就已经绕到了啊，没有这个要死嘞，这是四面楚歌的哈拉比，四杀火龙，五杀火龙交 TP 了，这里团战也准备要开启，往前一个绑黎明之影，伤害好像普普通通，但是进到塔下的哈拉比直接遭到挖口一阵痛打。吸完双防上路的外塔作为交换，在这里哈拉比就这里哈拉比是赢了一等，而且是想在换血上还有点优势，但被吸完双防的树就像没有韧皮布的树一样超软，就是人员到了嘛，然后其实这里哈拉比是个死局了啦，但那个空月还是意思一下吸一下，然后你就看到这里这个茂凯开始爆血了，这里在大招一放出来之后，这看起来是天壤的。这边想要刺杀 Uniboy， 强势打节奏。Uniboy 有这个四天使，反身砸了一个超能解放，在这边有阿道，有阿道，直接一个无暇追击 Uniboy， 一个刺骨幽暗拿下了 Uniboy 的人头。这一把跟前面说的一样，就是只能这样玩。先丢了一颗小树星，稍微限制点位。哦，这里 TP 喽 ，Candy TP 在后面，这里要打起来了。勾到坦肯奇，坦肯奇这是没闪，坦肯奇交惊人，然后反身空位被留住一个吸是吸，坦肯奇变得很软，坦肯奇这边看起来要死，开始一个白队绑进去，绑到很远的位置，但是来看一下一个拍又拍到很多人，然后这里水龙。已经顺势被雷克萨给收下，那看起来 AHQ 选择要撤退，哈拉比还可以再次进场，往前又是一个飞盾，直接绑到以瑟拉，但以瑟拉自己想要来反打，这边是还有死亡讯号，一个勾就是勾了个空。
技能啊，特朗德大还是交在茂凯身上的话，还是很难处理。这里一推推到，然后数字在卡哈拉比，哈拉比这边的话，来看一下要不要被吸双防。反身的话，一个勾是直接勾到这个素人，素人赶紧利用自己的飞盾就走，灯笼直接救，然后反身的话，再一个自己虚弱盔再推了一个天女散花，凯文这边又被留下，然后下来一个加农炮弹幕，来看一下凯文这边有没有追走，一个桶子直接炸到这个坦克旗，然后反身的话，沐浴在这个加农炮弹幕里面 ，AI 就开始往前追击。哈拉比是没有闪现的，那这样双方又是在中路打了一个 ARM 准备拉退。哦，这波塔龙打得好好，我再看到，哎，又打起来了。亚菲利奥发育很高，这就是赤焰月夜，来看一下挖口的一个位置。挖口这边揪住自己的月之上面，然后交错闪现，这边回力镖直接带走坦克奇倒下，然后反身在一个中路阵容直接先绑。但是 Kenny 这边准备要先行往后拉退，但是哈拉比这边也被留住，这边是没有召唤师技能的哈拉比。这个素人来看一下，这边一个卡又卡住这茂凯，往前一个勾直接勾到茂凯。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阿卡被抓下来，这边虚弱是直接刷到。挖口这边直接带走了阿卡利人头，然后反身哈拉比也要被留住，这边是一个亚。亚菲利奥的 double Q 双杀，准备带领 HQ 航向胜利。哦，这个要拿这个巴龙一定要回补之后再去打这条水龙。其实塔龙的 Uniboy 这里的伤害也是打出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哦，亚菲利奥好痛。王 A 猛 A， 然后 A 到差不多，等茂凯跟阿卡丽可以进场的时候，侧边的塔龙三名队员也不能再持续对这个会战有什么过多的贡献了。那这里就是慢慢留，等到柱子好去助一个没有闪现的茂凯，就算。这波特朗德没大，也是利用亚菲利奥的高伤害杀掉，而且重点是以色拉这一波，这个刷子超好哎，他把阿卡丽在空中直接刷下来，不让他有爆发的可能性。而且这个虚弱也是套的及时哦，这阿卡丽这进场就没有刷，又是一个加速，这个画面我们已经看过多次，一柱空域也就是个尝试。这里要压塔，伊塔龙的阵容是很难守的，只能从侧边的茂凯大绝进场，看可不可以抓到后排。这里可能塔楼要打，以色拉先来探探视野。来看一下哈拉比究竟蹲在，哎就蹲在了这个三郎池钻三郎，然后但是自己一个人被留住，反倒先给到一个黎明，自己这边先给到伤害，再来看一下挖口的位置，挖口这边不断在输出，这边是一个步枪月影狙击，但是阿卡丽想要来刺杀，但是直接被挖口给杀掉，挖口这边拿下人头，来看一下亚菲利奥这个汪大东 KO 三战力指数排行榜已经超过9000，挖口已经 dominating， 挖口 double kill， 挖口准备要拿下这个人头，带领 HQ 赤色天马展翅高飞。哇，那这一把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就直接结束了，就在。阵容上 HQ 虽然前面是在预知者那一波是输了，但还是利用了边线的发育，然后让自己的 carry 位，尤其是亚菲利尤跟冈布朗哥这两个点真的是肥到后面 Candy 完全没有办法斩杀任何一个人而结束。哇，那我们要恭喜 HQ 在32分半拿出了三核心的阵容，而核心完美的发育，然后拿下本场比赛胜利2-0。